正是我们最美丽的座舱长，我们非常非常美丽的座舱长宅男女神阿喜。宅男女神阿喜24号化身未来世界座舱长，以一身性感迪琼装扮乘坐超跑出场，为科技产品活动造势。对于可以一圆科技梦，阿喜也表示很兴奋，因为今天要就是做一个座舱长的示范，然后要有让大家有就是超世代的感觉。小时候看第五元素的时候就想要有类似的打扮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，这一次算是一圆梦想。阿喜第一次乘坐超跑就吸引大批群众目光，让他感觉像个超级巨星。我第一次坐超跑但就很像坐云霄飞车的感觉，因为它一踩油门的时候我就是超贴背的，然后在路上也是大家都一直在看我们，我想说我们怎么了吗？哦，原来是真的很受瞩目，好像巨星哦。近日 FHM 百大美女票选正如火如荼展开，阿喜也赶紧为自己拉票。亲爱的粉丝朋友们，自上次青蛙接过的活动之后呢，我想剩一个礼拜的投票时间了，青蛙可能不会借过了，我就会直接那个让青蛙永远都不会再出现。希望大家投我一票，拜托拜托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WOW News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